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五，美国方面因为感恩节的问题，所以就变成没什么事，影响就不是很多东西了。北水呢就都不好养了，不用说了。一下来之后呢，自然会产生一样东西，就是板块是少了啦，这样。煤炭还是好，煤炭已经好了好几天了。然后呢就是再跟着我们看看银行在这里。地产去到哪里呢？地产就是银行在这里，地产落来这里。这样就是，当然如果讲来讲去白名单，其实白名单一定会有的。问题就是需要银行肯点配合的。好，当有白名单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多人就担心，哇，无抵押贷款，是不是即时那些人就即係等於好似 subprime 咁樣咧，咁樣。咁而家就唔係啊嘛，亦或者得五十間咋，唔係500間啦，50間咋。咁而梗係將佢咧底子審核一下。呢啲雖然佢而家就係一個無抵押貸款，就即係話借嚿錢俾佢碌下，即係話咧阿仔喺出邊有啲問題。回来问阿妈阿爸攞嚿钱去周转下，咁系有抵押定冇抵押呢？明白啦。当然一个三唔识七嘅入嚟，问你借嚿钱去你呢个抵押去周转下，你要唔要抵押呢？梗系要啦嘛。咁点解嗰50间可以冇抵押呢？所以好多人都谂一样嘢，嗰个系你个仔嚟噶嘛。咁。老豆老母是不是需要借钱给他周转一下呢？太爷当然将那50间就是入面有些衰仔的就不要借，这几个是好仔来的。那如果有问题怎样？有问题当然是太爷会跟你补的啦，是这么简单的嘛。所以人还是想来想去的东西。这个我的看法，阁下认为如何，你去想想好不好？当然亲疏有别啦。有些烂泥扶不上壁的嘛，那那些就没得讲的了。好了，再其次之后就个别讲，绿水青山，输到你叫救命了。那再跟着就看回，升了上去落回来，又是挑战着考验着这个暴力的通道，宗族，看个样上来呢，都是，唉，真的差少少，真的个样。不是挺好养，不够力度，都没法了。我再跟着看看，今天可以留意什么呢？留意国泰航空，国泰航空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发布，他就说，我可能存疑一站。